面前的果汁杯或红酒杯沾满。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简单而隆重的仪式来开启今晚的盛宴。等一下，当我说舒和雅丽的时候，你们要说长长久久幸福美满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来找个人实验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说舒和雅丽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好，现在请现场所有的嘉宾高举你的酒杯及果汁杯，然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地说：雅丽、舒和，祝福你们！长长久久，幸福美满！干杯！主婚人先回家，先入席。